有没有？三颗白球加教室直接 A 正面哦，强弩烟飞灰灭。你有听过三颗球的故事吗？没有。大球叫做，可以解释一下，球大哥。二球叫球二哥，老三叫球小弟。球小弟，对，他们的那个，他们那个森林里面有一只大野狼，最爱吃球球哥。于是球妈妈就叫三只球哥，对，要盖房子。哇，等等，这个第一次白球，白球，哇，白球，白球往后拉，白球，球大哥要死了，球大哥啊，球大哥阵亡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球二哥跟球小弟哦，很稳。这个其实瑞斯已经完全没经济啊，刚刚那个教室跟那个引刀把他砍爆了。啊，对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球二哥跟球小弟，很厉害的。哦，这完全就是被打一个战术了，这就是一个战术，两攻一破战术，非常成功。先用教室做压制，转引刀，然后再接白球教室一波。没错，他们就传说中的篮球三结义。